甲以前的传统离婚联谊活动无共款，彰化市公所创立恋爱一加一爱情课堂，即回搁再推出升级版，予离婚的朋友伫个团体课程中参与烘焙、桌游，也搁有社交技巧等课程，大家做伙学习，麦当有搁较侪熟悉机会，找到适合的人选。市场打开未婚青年恋爱之门，拍开爱情的大门，想要摆脱单身的朋友，机会来了。彰化市公所打破过去只有一间活动的未婚联谊，推出恋爱一加一爱情课堂，透过团体上课的方式，伫咧学习烘焙、玩桌游以及强化社交技巧等课程顶头，让男女之间有亲密的熟悉，做伙学习共享成功，进一步找到适合的对象，结为连理。他们可以享受这个自己制作的饼干，就可以享受咖啡，所以用一种经常性的一个活动，让年轻人有相互认识的时间更长，而且我们跟很多相关的恋爱的产业业者结合，通过这样的活动，我们希望给一个年轻人有一个良好的姻缘，长到一辈子相知相喜的恋爱的结婚的好对象。林世贤指出，爱情课堂2.0按今日开始受理报名，10月15日开始上课，连续4礼拜课程。伫咧结束了后，卖伫咧11月12日举办未婚联谊活动，按配对成功、稳定交往，一直到结婚都毕业。每一个阶段，市公所都有准备大礼来收送，希望增加未婚青年男女的结婚率。大众新闻，中山彰化采访报道。